天上降下来的，降下来的像羽毛一样降下来的。
我们老师之前跟我说，当老师的要很轻松，这才是老师。老师累死了，那学生学到东西，所以要把学生想办法把那累昏头转向，他才能学到东西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们是被老师玩的，并且讲老师一句话，好，回去立即抄一遍，一句话，我得忙上一个学期呀、啊，钢笔立即抄。下午或者什么时候给你看看，拿着钢笔抄了一斤《论语》。那时候一斤经文，明言文的，2万多字，短也不短，长也不长。啊，一斤完了，《论语》抄一遍，《论语》也抄完了，《论语》20章。老师看，他一个人，抄红楼梦吧，80回，这么多。所以。一直到了三年结束，已经抄完《红楼梦》，还有抄《史记》。那时候我们要为了老师让我们国学能够渗透到我们心里面去，就是得这样踏踏实实这样做呀，来负责半年去讲。他说是最笨的方法，也是最明智的、最聪明的方法。三年下来，本子越抄这么厚，每一页的数学翻平，一页都不敢疏忽。三年就跟钢笔这样的，老师写就是英雄牌的钢笔，原来是个黑的，写完三年就黑的稀里糊涂，红的、黄的、黄红的，啊，说下面那个捏的笔杆的地方，你给我拿支笔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印子。我小时候我不相信铁杵，虽然工不深，铁杵磨不深，不相信这个画，可能那个钢笔耐心。后来我自己三年下来，那个笔就磨成那个样子。到中午前，老师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接着玩一会儿啊。啊，这个会了啊，这个会了。这个也会了。这个呢？运。这个运，还是运。两个，好，
迷迷，谁说的？徐总。那这个麋鹿，麋鹿叫四不像，具体哪四不像我也忘了。好像爪子像牛，还是脚像鹿，脚像鹿，还是尾巴像驴？记不清楚了，四不像，反正是四不像。这个，这个应该不会有吧？四不知道是个鸟，逍遥，逍遥，好。你可以想象这个鸟站在树上，
拿那个棍子在赶着牛。木木。所以您看看这种。洗澡，所以这个是什么字呢？浴。哇，很好。
好，洗浴的浴。哎，说到这个洗那个浴啊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字，我们说沐浴露是吧？沐浴露，沐跟浴有区别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沐是淋淋浴的。沐是淋淋浴是吧？啊。啊，也是沐是淋浴，然后浴是。浴是。在这个泡在这个洗澡盆里面，浴是站着的是吧？好，看是不是啊？我看字形就知道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字，那你坚决的沐跟浴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沐浴啊，但是现在汉语沐浴都是洗澡的一个意思是吧？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是不会那么浪费一个意思造两个字的，沐就是沐，浴就是浴，它是两个字，这两个意思。沐啊，就是洗澡；浴啊，这一点是有一点点不同啊，动画。
画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可能做动画的人他可能这个文字的功底啊，这个还是有一点点欠缺。实际上这个不是帽子，动画其实他也没说那是帽子，是吧？他只不过设计动画的时候这样弄一下，或者说是那个人家也没说那个就是帽子，只不过我们理解的是帽子。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头上有一层，为什么会有一层？因为古代的男子啊，他到了成年的时候，男子到了成年的时候，他就把头发如果是没有成年的童子的时候，他的最多用两个发髻，是吧？《西游记》里面我看到那个镇元大仙啊，那两个小童子用两个头发就放在前面，或者全部垂下来。到了成年的时候，这个房子里面，因为有一位女人，这个
家庭中呢有一个女人，她这个家庭很安稳啊。丈夫应该在外边做事情，因为家里有个妻子，他呢就很安心，不知道妻子和家里什么事情都做好了，安心。这边讲，其实每个文字都是道理，对吧？它不是认字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女人在家就安了，男人别看字哦，男人我是男人，这个男的不得了了，我要在家里做事情了，我要做贡献了，就进去干活去了。
是争吵之后还是有点多少有点不和谐。就是古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啊，是我们现代古人啊，我们按那个现代话讲，男女搭配干活累，是吧？不说那么多了，不说不说那么多题外话了，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，各自体会，好吧？我只是把古人说的这个我们放在这里，放个古人相当大的这个造字的时候，同时回头再做一句要带来。接着往后，哎，这个是上面禾苗禾，下面是个人，人扛着禾苗是吧？要往回搬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杯啊，杯，杯，好，杯，意思是对的，接近。人扛着禾苗往回搬，那那个时候那个古代那个禾苗啊，还是一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所以一年到头到秋天才会收割，才会收获的季节。这个一年到头呢，就出入锅冬梅。就搬禾苗搬回去，就是表示丰收了。季节气，我要搬回去。季节气，丰收的，很像很像啊，季节的季很像啊。这个季节的季下面是个几，就是个人。每次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了，每次到收获的季节，这样感觉日岁月的轮回又是一年了。过年，过年，过年，过了什么？过了丰收啊！我们为什么过年呢？因为我们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。我们前面三季我们很努力了，终于到了这个时候，最后年尾的时候，我们丰收了。丰收了，丰。啊，丰是表示一年了，年成好不好？这个年，过年的年。哎，好，好。年的本意就是收获，为什么要过年呢？因为收获了庆祝啊，所以过年那么高兴，就该是这么来的。下一个，这个天子的天子啊，这个都督头，人的头呢，那人也是个小宇宙，头是天，脚是地，天堂。是这么厉害，我跪在地上祝福，祝神，求神保佑。啊，这个是站在里面，一个人蹲在地上，禾苗往里面种。所以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插呀，这个意思，插插秧啊，是吧？或者种禾苗啊，这个意思我们知道，它就是种植的意思，没有错。说插秧就是种植。好，我们管种植呢叫什么呢？提示一下，我们管那些管外面绿化的、花花草草的、修剪的这些，叫它叫什么？园艺工人，对吧？艺术的艺。艺术的艺，艺呢？园艺啊，就是在园子里边种植。艺，这个就是艺。好的，下一个。生。对。谁说的？就是。哎呀，这个小朋友真聪明。你的智商应该140了吧？这个专家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，应该没看过答案吧？应该也没看过书吧？下一个。啊，老子的书。
鼠子是吧？是小米吗？鼠子是小米啊。鼠子是鼓吧？鼓。啊。什么叫鼓？小小的。不是，这个是这看的是鼠的吗？啊，这个字是鼠啊，鼠。啊，这个是鼠子，这个长了好多，一颗蛋长了好几个穗，上面长了很多子鼠啊，这个好理解吗？苍苍苍，上面是屋顶，中间呢是门，下面是底座。仓库的仓呢，搬运东西，是吧？仓库上面这一撇一捺，上面的这一个盖，下面这一个是一个呢，这是一个户。半门一个户，像门的一半，是两个在一起的门，一半的户，就是户，把这个东西放进去，下面是它的底座，仓，两仓的仓。哪位师傅？这个是吧？现在多少了？二十了没有？到八十了没有？二十了没有？然后，这个呢，这边是一个树，树人靠在树上，树。好，这个呢，火山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简单的，蛇。蛇和蛇，房子做房子的话就是蛇。蛇。
上拿的彩带啊，或者水袖啊，来跳舞啊，这是你们最擅长的跳舞啊。这个不这个呢狗犬为什么是犬不是狗？学一个狗跟犬有什么区别？狼知道吗？犬类身相怎么办？今年上树练的。那个狗跟犬有什么区别？你叫警犬对不对？嗯。警犬是那种比较大的。大的。它能够扑那个犯罪分子扑上去。那狗，哈巴狗对吧？哈巴狗叫叫根本不理它。但是警犬呢，你慌了。这样你能跟狗跟犬。有印象吗？有区别吗？狗你根本不把它当回事，叫叫而已。警犬，那你就小心了。可以啊，这个犬呢是大的，狗是小的。的哈巴狗啊小的，那大的，那你是犬。警犬是犬是大的，狗是小的。好，这个。草啊，一看就明白了。旺的生意可以。好，羊。这好理解，你看弯着脚，羊。这个老人，老这个人，公的羊，母的羊，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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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的这个一归。